平安。平安。我们再把圣经打到加拉太书第三章。加拉太书第三章。十三节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好，咱们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查考话语，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，发出亮光，使我们这群愚人得以通达。求你保守我们下午这点的时间，从我们每个人身上除去一切自高之事，把我们的心意带回，回归到主你的话语中间。求你在我们中间除去一切的拦阻，除去魔鬼一切的计谋，因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今天就求你在我们中间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，你的圣灵亲自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运行。你使讲的和听的被一灵所感动，你使你自己的教会成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新造的人。因为今天你必要将你的真道显明在我们中间，你必不叫魔鬼的一切计谋得逞，就求你在我们中间亲自来做开启，做引导，做祝福的工作，叫弟兄姊妹听见这道就能明白，并且存在我们心中，不叫撒旦再把道夺走，就求你败开仇敌一切的计谋，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，按时分粮给你自己的教会，大大的感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，求你亲自握住你自己的瓦器，借着他的口把你自己圣灵当讲的话讲给我们。因为属灵的人看透万事，属血气的人并不领会神的话语，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在我们中间，你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帮助，你将悟性和启示的灵都赏给我们，使我们不仅有悟性，而且能够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，就求你大大的在我们中间做善工，做引导，做带领的工作，使弟兄姊妹都能进入真理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继续来交通，继续来交通，信心和行为并行，它的真义。好，我们上堂课讲到了加拉太书的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有多少人他都是这么认为？你看，咱们信耶稣，前面咱们都靠恩典了，都靠信心了，下面还靠信心吗？咱们不得靠点行为吗？因为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就把对两伙人说的话安到一伙人身上，是不是？雅各书那个信心没有行为，那个信心和我们今天的信心不是一个信心。雅各书里边说的犹太人那种信心，他也信神，但他拒绝耶稣，所以不能被圣灵更新，他自己假冒为善出来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他和信心是不能并行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他这个信，雅各书所说的那个信心，是信神，信神的信心，他们也信，但他拒绝谁呢？拒绝耶稣，这种信心，他说神只有一位，我们信三位一体，是不是？他把中间那个给丢掉，中保给丢掉，中保给丢掉，能不能进天国？不能进天国。所以他去掉一个中保，中间那个中保耶稣不要了。他说神就是神，神怎么出来父有子了呢？所以耶稣来自称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们就怀疑耶稣，是不是？甚至找耶稣的把柄定耶稣的罪，他不接受中保。但圣经又说，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父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父，是不是？神与你和好是借着神的儿子和好，你要没有神的儿子能不能进天国？那是永远不能进天国的，所以必须有神的儿子才能可以承受神的国。那么很多的人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，无知的加拉太，是不是？无知加拉太，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，因为他的心被撒旦蒙蔽了，
他根本就认为，你看咱们这不信耶稣了，按人理讲这不得加个行为吗？都已经得救了，不加行为能行？就忽略了一段更新，是不是？上堂课我讲的圣灵更新，能不能忽略？不能忽略。前面讲否定人的行为，人的行为和神的行为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人的行为是家里的，神的行为是圣灵更新出来的，这是不一样。神的行为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叫你接受，你接受，你重生之后再接受圣灵更新，就得荣耀了。在得荣耀最后呢，这个行为发出这个行为是从哪来的？从神那里来的，不是人间的行为，是不是啊？人间有好多好人好事，做好人好事行善积德的行为，那能不能列到我们这个信仰中间？不能列到我们信仰中间，一定要记住了。所以这里面我们今天听到了，魔鬼就在开夺道，有的人道就被夺去了，可能就在 一瞬间就被夺去，是吧？他就理解不了。我刚讲了加拉太书，加拉太失败，失败在哪？保罗为什么称这个无知的加拉太人？靠圣灵得生，靠肉体成全，错没错？靠圣灵得生，靠神，靠圣灵行事，是不是啊？这才对呢。本于信，下面以至于信，才与蒙召的恩相称呢。恩上再加恩，才与蒙召的恩相称呢。恩上加上行为，你自己加上地的行为，我想方设法加上点行为，可与蒙召的恩能不能相称呢？相不相称？这是不相称的啊。好，上堂课我们讲到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赎没赎出？基督是叫成全律法，怎么成全的？他上十字架，上十字架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诅，然后就把你从律法里赎出来的。赎没赎出？赎出来。赎出你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脱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如果继续在律法下，他就不能说赎出又加脱离。基督怎么成全律法呀？第一是代替我承受律法，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，先替我受了咒诅，是不是啊？他替我受咒诅，替我受咒诅啊，受没受？受受咒诅。谁替我受的咒诅？谁犯律法谁就受咒诅。但耶稣替我受了咒诅，目的是赎出我脱离律法的咒诅，是不是啊？他要不受咒诅，你就不能赎出来，你就不能被赎出来。我今天是被救出来的还是自救出来的？被救出来。我们信的是自救法是被救法？被救法。被救法。加上人的行为还是圣灵更新的行为？圣灵。这很关键，很关键。这就是圣经的话，有的人都听不了，听不了那也就是在乎神了，神就不让他听，因为神也没有给他预定的，有一些人不能听，上帝不让他们听。这圣经的话，我叫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，看是看见却不明白，是我让他不明白的，是主让他不明白，不是人让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不让他明白，主不让他明白他就不明白。这圣经早就有这话，有的人他就不明白。基督先为我受了咒诅，目的是什么？赎出我脱离律法咒诅。这律法成没成全？成全了。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呢。怎么成全的？假如我犯了律法我就跑了，我没受律法公义的刑罚，算不算是成全律法？律法的一点一环都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。什么叫成全？谁犯了谁死，是不是？神一知道我们要死就得下阴间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有罪的要死了，是不是下阴间了？神就借着耶稣成为我的样式，成为我的形状，代替我承受律法的咒诅。他受律法咒诅，算我受咒诅了。神说你只要信耶稣的咒诅，就算你咒诅了，他上十字架死算你死了。因为他是你的什么呢？啊，他是你的什么？他是你的形状，是不是？他受咒诅了，等不等于你受咒诅了？这是你的形状，他成为最深的形状。这是罗马书，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，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啊，找到吗？
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找到咱们看，咱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，看看你在这段经文中间能看到什么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能不能行？不能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肉体软弱，是不是？软不软弱？软弱。有所不能行是肯定的。是。所有只要长肉体的人都软弱，都行不了律法，信不信？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成义的，你相不相信？我相信。你有没有血肉？有。有没有肉体？有。你肉体软不软弱？软弱。能不能行？不能行。这是神说的话，不是人说的话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，正因为你不能行，他才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。他成没成你的形状？是，成了。成了形状，他就是你的替身。上帝把他成为你有罪身的形状，神叫他的独生儿子成为你的样子，成为你的形状，目的什么？做替身，是不是做替身呢？神设立这么大的救法，叫借着耶稣基督来做替身，成为你的形状。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你的死，什么叫与主联合？我们若与主的死联合，就是把耶稣这个形状看成是我的形状，耶稣就是我的形状，道成了肉身，就是成为我的罪身的形状，是不是啊？他替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替身，成我的形状，替我死了，表明这个律法的咒诅已经咒诅在耶稣身上了。当我把耶稣这个咒诅看成他在十字架上挂着，看成是我，这就叫与主联合，与主的死联合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等于都死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已经死了，这圣经章节特别特别多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现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了，是不是？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基督在十字架受不受咒诅？他是我的形状，是不是？他是我的形状，替身，替我受咒诅的，那我就应当把基督这身体当成是我的身体，已经受刑完事了，你才借着洗礼才跟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进行联合的。你为什么洗礼？洗礼，你是不是把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当成是我的身体？他挂在十字架，我一同被挂在十字架。我会犯罪的生命现在跟耶稣一同挂在十字架，你信不信？挂十字架目的，第一脱离罪，第二脱离律法，是吧？脱离撒旦权势，脱离世界，脱离自我。我连我自己的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救人的行为，都跟着挂十字架了。你是不是这么信的？是不是？平时是这么信的吗？啊？挂在木头上，是不是？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律法肯定我肯定守不了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就没有办法行的。这是不是我肯定？是圣经肯定有所不能行的。神就差遣，正因为你不能行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我的形状了。他的死就在上帝眼看，就等于你死了。你信不信他的死是你死的？你要信了呢，那就完事了，律法成全了。怎么成全的？死人了，我已经死了，我怎么死的？基督成为我的形状，替我上十字架了，就把我赎出来了，赎没赎出来？赎出来，就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就代替我承受咒诅，就赎出我，脱离律法的咒诅了，律法的咒诅就不咒诅在我身上，想得咒诅，想得赐福，想得赐福，就两个路，就两条路啊！一条路是什么？接受耶稣的死就是我的死，代替我死，他成为我的罪行形状，是不是我的形状？是的。你敢肯定耶稣的形状是你的形状吗？肯定。这里边说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呀，是不是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，不随从肉体。什么叫不随从肉体呢？啊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不随从肉体，我不属肉体的，
什么叫不随从肉体？有圣灵的人不随从肉体，没有圣灵的人随从肉体。那我就不加上点行为了就行了。这样的人都是随从肉体的人，因为他不理解什么叫随从肉体。随从肉体是靠肉体行事的，随从肉体跟着肉体跑。但现在他不随从肉体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重生的生命了，现在随着圣灵行事，不随从肉体行事，是不是啊？就不放纵肉体的。我现在是随从圣灵行事的，对不对？不随从肉体行事了，所以他没办法放纵肉体的私欲了。我一随从上节课，我一随从讲到一随从肉体行事，我就得靠律法。一靠律法，非但不能制止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反而把肉体的私欲挑没挑动起来？挑动多少？猪般的私欲在我里面开始发动了，好事坏事？坏事。猪般的私欲，非但不能制止，是吧？不能制止那个私欲在我里面发动，而且挑动了，把那东西挑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今天用一个棍子，我想叫火把火给它打死，我这一打没打，我就把那火给它什么挑起来，它着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意思，就把那私欲给挑动起来。我一着就得把人烧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律法就像这个意思。耶稣今天是把你救，你是脱离律法，等没有律法了，私欲就不泛滥了。有律法，私欲自然就泛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他替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，赎谁？赎我们脱离谁？脱离律法。律法成没成全？怎么成全的？成全。假如你要是没被赎出来，证明成没成全？没成全。你要赎出来，耶稣已经代替我承受律法的咒诅，已经代替完了，这就叫成全，是不是？是。假如你没被赎出来，那这律法没成全，是不是？你没被赎出来，耶稣没死，这个律法就将来的罪就定在你身上，你就下地狱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律法要求的公义我没达到，耶稣替我达到，是不是？我欠律法的那个债没还，耶稣来替我用命还，行不行？我有罪身，耶稣也成为我的样子，成为你的样，挂在十字架上，叫所有的人都说十字架上挂的就是我，他挂的耶稣那个形状就是我的形状，他就是我替身，所以十字架上那个挂那个人是谁？都应用在我身上，是我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他的咒诅就是我的咒诅，凡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就叫你承认这个事实，这就把转移了，就把你的罪转移到谁身上去了？耶稣身上，转移罪也叫透析，他在十字架上倾倒，就是钉死他的身体。流淌了他的血，我同时我把我自己跟他的十字架上钉死身体这个联合起来，我的身体也被钉死了，我的血也被流出来，最后呢，我要接受耶稣的血，说这是主的，这是耶稣的血，是跟你立了永约，阿门。换血了，是不是？透析了，透没透析？在哪透析？十字架上透析，耶稣把他血流出来给我。我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把血流出来，身体也埋葬了，是不是啊？借着洗礼归入基督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埋没埋葬？埋葬。我那旧人埋没埋葬？埋葬了。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埋没埋葬？埋葬了。用这种方法替换一下，耶稣成为我的形状，替换一下，把他的血流出来给你喝上，把他的身体掰开了给你，说这是基督的身体，为你舍的，所以你就换了基督那个属天的身体。现在有没有血？你里边有没有耶稣的血？耶稣说：“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没吃着的人，他就一个肉体啊，就体贴肉体的人，就这个肉体。我就肉体行点善，他不是换，他是要行善。他不是主啊，我这身体没有良善，我要换一个。你在十字架上给我透析了，你在十字架给我换身体了，我要接受你的身体。这身体在里边长大，这生命在里边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长成的身量。”是不是啊？是里边那个基督那复活的生命长成蚂蚁基督身量，自然显现出来，就达到那个果效，这就是圣灵要更新的结果，是不是啊？而他们不是这样的，多半是什么？这一个肉体改良改上就改他，今天改好，明天改坏，还在那坏里头，天天在那坏里头，又不是好种，亚当留下种，主要给他种一个新种，他不要，
给他重生一个种，他不要，他就要一个人的改良改善，这样人都没重生，可以百分之百的说他没重生。他听讲属灵的话，你给他讲属灵话，你讲新旧两个人，一个需要脱，一个需要穿的，他根本都听不懂。穿谁脱谁，我就一个人，我穿谁，我就一个人改良改善，我就改好了就得了呗。今天改好，明天改坏，是不是？就在这里好坏里都活着，善恶里都活着，这样人一辈子不会好的。你记住了，神不是都拣选所有的人，最后就世界上将有三分之二的人灭绝，只留下三分之一的人。要记住，他比我多，不信的人比我们最后就在世界大结局的时候比我们要灭绝多一倍，多一半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想看，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得救的，是不是？剩下那些人都成为顽固不化的，这圣经说的话是不是？都成为顽固不化的，那些人不能得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能听主的道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能听我的话？啊，你不是我的羊，你要是我的羊，就一定听我的声音。”主就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我说的话，一人代替主义的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的话，是不是？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好，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，不是成为人的义。他先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我今天想方设法要自己行点义，不要挂十字架，不是与主联合。咱们耶稣是先经历死，再经历埋葬，再经历复活。那我现在经不经历这个死里复活呢？要经过，也要经过这个死里复活。这叫从幔子经过，从他的身体经过一下，他的身体经过了死里复活，我要从他身体经过，经过完了之后才能从死里复活，才是见证，是不是？死里复活才叫见证，不是死里复活这不叫见证，对不对？没在地上死的人怎么能在地上活呢？没在地上死的人使劲努力自己在那活，在哪活？在最终活着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人都是在最终活着的人。所以这里边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已经肯定不能行了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为你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成为我的形状，做了赎罪衣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定没定完罪案呢？这就叫成全，律法就这么成全的，定了罪案，定完罪案时，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了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不随从肉体的啊？什么叫不随从肉体啊？不随从肉体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靠我们自己，不靠我们自己，完全靠圣灵的带领，靠圣灵在我们心里。什么叫不随从肉体啊？什么叫不随从肉体？没有基督的灵，人的灵是属肉体的。有了基督的灵，基督的灵一旦住在我心里，就成为我和主的灵是不是成为一个灵了？是的。好，现在基督灵，这是基督的灵啊，我给他写上基督的灵。基督的灵也是圣灵，也是神的灵。下面这个灵是谁的灵呢？我的灵。基督的灵，神的灵，就是这个进来了，是不是？当我没有圣灵的时候，我的灵是死的，我的灵是死的，我的灵属谁的？这是肉体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肉体，看好了吗？这是肉体，这是基督的灵，这是我的灵。人没有基督的灵，这个人就是属谁的？就属肉体的。这灵就是属肉体的，他是随从肉体的人。当有了基督的灵，我的灵就属圣灵，我的灵不属肉体的。你虽然住在肉体中间，你不属肉体的，是不是啊？听明白吗？看清楚了吗？灵人从灵生的就是灵，
从肉身生的是谁？就是肉身。就肉身。这样分清楚了吗？从肉身，从亚当继承的，从灵生的，从天父生的，天父生的管谁叫爸？管神叫父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是不是管神叫父？管谁叫母？天上耶路撒冷叫母，是不是？这人嘴谁生的？爹妈生的，是不是？管谁叫爸？这人管谁叫爸？管地上的父亲叫爸，是不是？管谁叫妈？地上的。是不是？这是造的，这是生的，被造的，被生的，听没听明白？暂时的，永远的，属土的，属灵的，属地的，属天的，必死的，不死的，听没听清楚啊？清楚。这饿着吃什么粮食？中午吃的是什么粮食？饭。是地上的饭食。这饿了吃什么饭食？灵粮。灵粮。这渴了喝什么水？降的水。这渴了喝什么水？阴水、活水。这接受的是什么光？日月星辰光。这接受真光，是不是？听没听明白？听明白。他俩独立混，别往那混到一起。一混到一起，我怎么讲你都听不懂。灵肉没分的，耶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他俩不能混淆。是不是？什么叫属圣灵的？没有圣灵的人就不属圣灵。圣灵住在我心里，我的灵和圣灵合而为一个灵，这个人属灵了。属灵不属灵，不是说几句属灵话就叫属灵。现在为什么有许多人注重肉体上的行为，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里面还有属灵的生命。再说，我就敢肯定，有的人他里面压根就没有这个灵，他的灵是死的，所以他理解不了属灵的事。这样看清楚了吗？看到。这个往地上，这往天上。基督属天的，这个人也要上天；亚当属地的，这个人也要入土。一个往下去的，一个往上去的。灵归次灵处，传道书说的，是不是？肉体仍要归于归尘土啊！他俩根本不是一个地方。所以你一解释，你告诉我基督徒他就就不需要加点好行为了吗？什么叫基督徒？到现在有许多人没明白什么叫基督徒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怎么走，你说怎么走叫基督徒？基督先经过死，再经过埋葬，又从死里复活。你也没经过死，肉体没因罪的死，没与主的死联合，也没与主的埋葬联合，也没与基督复活的联合，没在地上死的人，你怎么叫基督徒呢？什么叫基督徒？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圣灵这个义而活的人叫基督徒。效法基督的死，保罗说什么叫基督徒？效法基督的死，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的人，这才叫基督徒，是不是？平时我就基督徒很空白一句话，基督徒，我嘴里喊一个基督徒，耶稣没有说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都进天国，有没有这么说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天父旨意？学雷锋，做好事，树新风，是吗？学习孔繁森，学习教育路，学习什么？王杰、杨子荣、欧阳海、向秀碧、蔡永祥，是不是？学习刘胡兰，生得伟大，死得活该。啊，生得渺小，死得活该，是吗？光荣啊！耶稣的死才是光荣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光荣？发出亮光了，很荣耀的死，是不是？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才叫光荣。他那叫光荣吗？死完了就灭亡了，是不是？耶稣死又升到天国，从死里复活，荣不荣耀？荣耀。那我今天也要跟基督同死同埋葬，这才叫基督徒。跟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死在别上，也不是死在病床上，也不是死在车祸上，乃是跟基督同死的。怎么死的？用信心死。基督是真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今天够不着耶稣，我必须是借着信心跟耶稣基督同挂十字架，这叫与基督同死。听没听明白？他死是真的挂在十字架，我们不能去挂十字架，就借着洗礼归入基督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你可别你自己去埋呀，好不好？有的人自己挖坑自己要埋自己，对吗？有的人自己搬起石头掉在自己脚上砸自己的脚，自欺欺人，是不是？全是装出来的行为，自欺欺人。这个救恩它是一步一步来的，
不是一下咔嚓一下一下都就到那个地方，不是的，一切都有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灾中有时，八重灾中有时，一切定理都有时，是不是啊？它是有时间性的。好，咱们看，今天有人追求属肉体的生命，达到一种好行为来讨神的喜欢，还有的人追求什么？脱掉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不属肉体，听得清明白？属不属肉体？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是属肉体的，他不属圣灵，是不是？基督的灵若住在我心里头，从此以后我就属圣灵，我不属肉体的，看清楚了吗？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这是基督的灵，是不是？他就不是属基督的，他乃属什么？肉体。什么叫属肉体？没有基督的灵就是属肉体的，因为没有基督的灵，这灵是死的，我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基督的灵住在我心里，叫我活过来，跟他一同活过来，这就叫什么？属圣灵啊，还是属肉体？活过来是属圣灵的，没活过来是属肉体的，是不是？罪的工价乃是什么？死。义的工价是什么？活。活，对不对？称义的人活过来了，定罪的人没活过来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看，两个人，两个人啊，当有了圣灵内住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就开始交战了。有圣灵内住的人，他俩开始交战了，圣灵与情欲进行相争，情欲又和圣灵相争，是不是？圣灵一内住，圣灵跟情欲相争了。圣灵一内住，我就想行善，想不想？圣灵感动就想行善事，行好事，是不是？是。神要成就他的美意，行善事我就要想靠肉体行，这一行就没行出来。是。心里想行善，肉体行不出来；心里不想做的恶，肉体倒做出来了。是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心里讨厌的事情，肉体做出来了。对。说我心里喜欢的事情，肉体倒不去做。做，他俩是这样开始扭着来的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，一个属灵的，一个属土的。属灵想干好事，属肉体就干坏事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心里明明想行善，但肉体行不出来，就这种交战的这个过程就出现了。这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重生以后出现。是。是不是？是。重生以后，神为什么要叫基督徒经历这样呢？这为什么？已经重生得救，马上把我们提到天上就完事呗？为什么在地上经历这个交战的过程？下面还要得荣耀，是不是？已经重生了，这身份还要长大，里外这身份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就叫你看见肉体里一点良善没有，是不是？保罗最后得到一个结论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的肉体中之中啊，这里边没有什么，没有良善的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义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罪。肉体里面装的是罪，这属灵的身份装的是义。正好一个善，一个善，一个恶，一个义，一个罪，他俩进行交战。这里面的义和这里面罪进行交战，因为圣灵本身是义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肉体里没有良善，他俩就在一起了。一重生里面进去一个人，他俩就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这两个人就在一起了。老亚当、新亚当跑一起住去，交不交战？心灵里头，圣灵一感动就想行善，但肉体就行不出来。那不是你不去行，是真行不出来。不是你都光你不行不出来，我也行不出来。不是光我也行不出来，保罗也没行不出来。是的，这怎么了？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上帝许可这么交战，就是叫你承认肉体里一点良善都没有。是的。等最后跟基督同死，跟基督同埋葬的时候，你才甘心乐意的。你要发现你肉体有一点良善，你去受洗归入基督死，你才不干呢。是吧？你得想方设法用肉体做点良善，主要我做良善不能死了，你看我都行善了，你就不甘心死，是不是？现在上帝叫每个人都经历死里复活的生命，人说若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是
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说的，与主联合乃是与主成为一个灵。听没听清楚？人这个灵啊，这是我的灵，我把它掏出来了，把我的灵现在掏到外面给你看，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也看不着，是不是？人这个灵要没有基督的灵，这个灵是死的，属肉体的，是不是？死在过犯和肉体之中，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里提到的，是吧？你们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，灵死在肉体里，灵属肉体的，听没听明白？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我的灵属肉体的，死在肉体中间。基督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，我就不属肉体，我乃属圣灵了。我不属肉体，我乃属圣灵了。你看看我说的是什么？我的灵属圣灵，我的灵不属肉体。听没听清楚？这是从灵生，这是从肉身生的，这俩不能活。我讲在这个地方讲过，分开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就听见了，说听见就有根基。再巩固一下，你再听一遍，你又有根基的。好，现在看啊，现在看，它里面有义，它里面有罪，它里面有善，它里面有恶，善恶必要分开的。要想分开，就得把这个惨罪的工厂给它消灭掉。要想消灭掉，不能自杀，必须是被杀。要想被杀，别人也不能去杀你，那我就得借着信心归入基督的死，和基督同死。用什么死呢？我们是信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用信，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提到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是。敢肯定吗？敢确定吗？好，他想行善，圣灵运行在我心里运行，我的灵已经是跟圣灵合一，圣灵在我心里这一运行，我心里就想行善。我一想行善，第一件事就想到肉体做点好事。你看我讲了一上午，有的人照样听懂，说照样没听懂，要听懂就不能走了。你听明白吗？说王子们，王子坐在地方的领导，那特别听，特别认真的听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认真听的人，他就得着了，是不是？不认真听的人，他就得不着。因为天国是什么样的？虚心的人的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天国是你们的，这是耶稣说的。为什么有的人他都不做？他不虚心，他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，他就开玩笑，就拿信仰当开玩笑玩。我们是对信仰是认认真真的，因为神是认真的，我们也应当认真的，是不是？神是信实的，我们也应当信实；神是诚诚实实，我们也必须诚诚实实，这人才能得着。要不你就一辈子得不着，你总想当大的，总想做官，你就一辈子别想在天国里。听明白吗？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啊，这两个善恶在一起，从神生的，这是从神生的，这是从人生的，这两个人就开始属灵人和属肉人进行交战了。交战的时候，没行了善事，作恶了，你回没回心？啊，回不回心？回心吗？哎，我怎么不能行善呢？哎，我想行善，怎么没行出来呢？灰心，是不是？回不回心？灰心。失没失望？失望。冷没冷淡？退没退后？退后。有时候怀孕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恭喜你了。你怀孕了，你属灵的怀孕了，重生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吧？耶稣就把这件事，保罗把这件事讲得特别清楚。你重生了，恭喜你！这不是一件坏事，是一件好事。神借着这两个人进行征战，不是要灭你，乃是要救你。神再给你个信息，给你个什么信息？你重生了。神并没看中这个肉体的生命，神看中里面有重生生命。你已经从神生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从神的生命想行善，但肉体没行出来，上帝说我不纪念你这些恶，不纪念你的罪嫌和你的什么过犯。神在天上高高兴，你在天上就很受苦的。我怎么作为行事，我想行善没行出来呢？你还总感觉害怕，所以不要怕，只要信。阿门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当你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，神只能叫你看见一件事情，看见良善的只有一位，除了在天上的父，再没有良善的。是，叫你看我的肉体中间没有良善，这是保罗所学的功课。是，没有良善怎么办呢？
最后就让你这个生命长大一点点就知道脱离取死的身体。保罗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要脱离是不是啊？有人不脱离，属肉体的人不脱离，属肉体的人他就一个肉体啊，他怎么脱离呢？要脱离就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，上帝要谁能救我这个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这样说的，是吧？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你看，保罗没说主啊，你用你宝血厚厚涂我的肉体，这肉体作恶的涂一涂，没有，连一句话都没教，不是涂他，而是叫他死，而是要埋葬他，叫你看见他不好，叫你心甘乐意、甘心情愿的跟耶稣基督同死。你真热，喜欢放炮，这么喜欢放炮，能不能看懂？这地方也是很关键，有许多人也理解不了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属灵的属肉体的，属灵的想行善，肉体没行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属灵的不想作恶。从神生的，从灵生的，从真道生的想行善，从亚当生，从地生的，从土生的却行不出来。是，他本来他也行不出来呀、啊。就行善这个善的标准是高的标准，是不是、啊？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是不是、啊？你能降雨吗？叫阳光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你能在这个生命长大了，跟耶稣同作王，这个生命才能达到。先把这个生命说说他怎么良善，他怎么恶，给他显明出来，叫你知道这个从神生的就有良善，这个从肉身生的就没有良善，叫你看见这件事儿。但上帝要叫你看见这件事正在目击你呢，叫所有人都这么经历，上帝高高兴兴的叫你欢欢喜喜而出来，阿们，这个人从这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，阿们，听没听明白？最后你说了，谁能，保罗说，谁能救这个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啊，谁能救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，他要脱离是不是啊？但我们要洗一洗，不要脱离是不是啊？留着这个干什么？行善，你要脱离了，不没有就救人，没有这救人了，那救事不就还有吗？是不是、啊？救事就没有了，救事没有我咋跟神祷告呢？我还得凭着那救人祷告呢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救人旧事全部掉下去。上帝给你脱壳，就像金蝉脱壳一样，给你脱壳，把那外壳给你脱掉。哪个脱掉？凭信心脱，好不好？把能看见的看不见，把看不见的看得见，灵看不见，里边新人看不见，用信心看得见，外面肉人能看得见，如同看不见一样。阿门。信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他已经下水那同时就跟基督同埋葬，他已经死了。这叫恨恶自己生命，恨恶自己生命，必要得到生命；爱惜自己生命，必要丧掉生命。是。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看他就听不懂啊，他就很多人就听不懂啊，是不是啊？上帝要借着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上掉我的生命，好叫基督的生命丰盛起来，长大。因为外面击打，里面就兴旺；外面衰微，里面就兴旺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外面不让衰微，外面还弄一东，就用耶稣血洗一洗。耶稣血洗心，耶稣血不洗肉。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，不是洗，对不对？救人和救人的行为都要脱掉，他不是脱，他去洗去了，正好跟圣经是反对的，凡不照他们那个理去行的，他们就说你是异端。你看我查的是圣经，他们没有圣经啊，他们不查圣经啊，他们也不讲理啊，他们看完了看不对啊，不对，我跟我老祖宗不走，就这样，讲不讲理？一点都不讲理，那干脆就不讲理了，是吧？蛮不讲理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我们这群人是讲理的人，凡讲理的人都坐着听，不讲理的人都离开了。讲什么理？讲真理，这是真理，这不是我说的。你看保罗征战完了，你看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看
卖给罪的人没有良善，这个人卖给罪了没有良善，卖给罪的人就做罪的奴仆，农仆是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必须赶出去，所以我们到旷野把农仆的生命埋在旷野，是不是？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，农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就要埋在旷野，对不对？我们这罪之奴仆就不被义约束了，这个东西不能被义约束，就得把它埋起来，肉体的生命就配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，丧掉生命，这是耶稣提出的口号，耶稣提出的真理，根本不是我提出来的。凡丧掉自己生命，必要得回生命。阿门。凡为我丧掉生命，必得回生命。阿门。凡要爱惜自己生命，必要丧掉生命。阿门。不是吗？咱们凭信心丧掉生命，好不好？好。把这生命和基督那个死联合，就丧掉了。阿门。千万别自杀，好不好？我说这个丧掉生命，不是你自杀。你自杀那不叫丧掉生命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犯罪又犯罪，毁灭了，是不是？最后就灭亡了。好，看第十四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啊。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卖给罪了，被罪买去了，就是罪的奴仆，是不是啊？奴仆就得因罪而死。好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什么死，心灵却要因义而什么又死又活。那你看看哪个死哪个活，这是正确信仰，这是正确回归圣经的信仰。基督灵现在站在我心里，现在这是基督灵，这是我的灵啊。基督的灵和我的灵合不合一？合一的，在我心里合没合一？合一了，真合一假合一？真。看，哥林多前书第七六章，合没合一呀？第十七节，跟我的灵合不合一？基督的灵和我的灵合不合一？第六章第十七节，找到吗？但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好，你用肉与主联合，用灵与主联合。神是灵，敬拜神的要用心灵还是用肉？用灵。来来来，看十七节啊，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个灵，不是与肉成为一个灵，乃是与主成为一个灵。这是主的灵，这是我的灵，与主联合跟他成一了，咱俩别分开，我和主的灵不能分开。什么叫与主联合？我和主的灵成一家了，成一个灵，这叫与主联合。你还没成一个灵呢。我在青岛找我交通去，完了我说与主联合乃是与主成为灵，一个灵，我和主是一个灵。啊，你敢说你和主是一个灵？你敢说你是一个灵？你那叫自高自大。你看这，我说你没看圣经吗？你读几遍圣经？这经文你看吗？是我说的，是主说。但与主联合，什么叫与主联合？乃是与主成为一个灵，我的灵和主成为一个灵，这叫与主联合，是不是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啊，我把它画出来，这是个灵人，这是个肉人，是不是？这是属主，这是属灵的，这属地的，这属天的。里面小，外面大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外面这个欺负里面那个，经常肉把这个灵带去服从肢体中那个犯罪的灵。听没听明白？这个时候不证明你不属灵，更证明你是属灵的。因为什么叫属灵的？我的灵和主成为一灵，我就是属灵的。我的灵和肉体不是一伙，我的灵和灵基督的灵成为一伙的，这叫属灵。听没听明白？听明白了。再问什么叫属灵，你告诉他，就是会说属灵的话就是属灵，会说属灵话不一定属灵。很多的牧师长老他们都会说属灵话，但他不属灵。他为什么不属灵？他没明白什么叫属灵，他也没真正的接受我今天所给他讲的，这是圣经绝对的真理，是不是？与主联合乃是与主成为一灵，他都不知道，是不是不知道？他没明白什么叫属灵。属灵不是我做点属灵的事就是属灵，也不是我装属灵，我今天是外貌敬虔我就叫属灵。听没听清楚？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叫属灵。与主要成为一灵产生的结果是什么？第八章第十节，八章十节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
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，一个死一个活。来看我啊，你一定不要看你的本，看你的本你就看不清楚，是不是？基督，这是基督啊，若在你的心里，中不中来？住进来。基督若在你心里，基督若在你心里，下面说，身体就要因罪而死，心灵却要因义而活呢？活了，一个死一个活，记没记住？记住。我的属土的死了，主的属灵的身体就要复活了，教会之属属灵的身体就要复活了，每个人都有复活的生命，这叫教会，是不是？再看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，这全是圣经绝对真实啊！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，在雅各书的后面。2章24节，找到吗？2章24节，这句话很关键。你今天听到的，你是有福的。上帝叫那些没有福的人不让他听见，是神叫他走的。有的人是上帝不让我们不要福，那些人不是一伙的，不用担心。好到上帝说要把圣物给谁？圣物给谁？有一些东西，好东西不能随便给别人，是不是？咱们自己留着。上帝爱我们，所以把这最好的道赐给我们，就不叫他们听见。所以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晓，至于别人听叫他听是能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呀。他们也在听，但是他永远不会明白，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有的人就不是上帝预定的。耶稣说多少，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。有人说得罪的人少吗？耶稣说招上多，选上的少。是不是？耶稣又说，窄门是吧？永生的进到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？窄的，路是小，找着的人少不少？少。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，进去的人也多，一个是多，一个是少。这是耶稣说的话，这是绝对的真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所以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，你必须先明白了。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了。他先知道救恩。是不是啊？这个救恩就是新旧两个人，这个绝对的真理，你必须先知道，好不好？新旧两个人，旧人是脱掉的，我先装着，你请，或者放在高处。经文和那段经文是不一样的，那地方是什么？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灵死肉肉死灵活了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样的人肉死灵活？就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肉就死了，灵就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只要明白，就是肉灵分没分？耶稣对尼哥底母讲救恩的时候，就把肉灵分得特别清楚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。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你看他的灵肉混了，那叫基督徒吗？灵门跟基督的灵联合，灵跟肉体联合，那我今天我犯罪了，那今天我不没有好行为，那能行吗？你要有好行为就不用死了，就因为你没有好行为，你装出好行为，上帝不承认，所以也得叫你死。每个人都跟基督同死，好不好？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就必须别越过与主同死这一关，这一关是主定的，不是我定的啊。听没听清楚？你只要说我是基督徒，那么上帝就给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摆设了一桌丰盛的筵席。那这桌丰盛的筵席就是什么？肉死灵活，好不好？好。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。好，怎么死？在哪死，在哪活？第24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先担当罪，下面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哪儿活？地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，在正式归到灵魂牧人监督。阿门。是不是啊？在哪儿先死啊？最上，然后在哪儿活？基督的上，才能归向灵魂的牧人呢。有的人罪上还没死，你一问他，他在罪上没死，是不是？罪上没死的人能不能在义上活？
不能在地上活的人能不能归向我们灵魂的牧人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的，不能结果子给神，是不是啊？你唯独在罪上死的人，就得以在地上活的人才归向神。好，再回头看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这地方也很关键，卖给罪了，是不是？卖没卖给罪？什么卖给罪？肉身卖给罪了。卖给罪，你想叫他行善，你那是那是永远不可能的。要能行善，上帝就不用肉身肉体因罪而死了，就不能提出这个绝对的真理，是不是啊？肉体必须死，从才叫从幔子经过。什么是从幔子经过呢？基督的身体就是幔子，在希伯来书说他的身体那幔帐就是代表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每个人都要从那个幔帐经过，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他的身体经过了死里复活，那我今天我都要经历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得经历死里复活，是不是？经过死才能埋葬，埋葬的人才能从死里复活，没死的人怎么给埋啊？没埋的人怎么能从死里复活？没从死里复活，没在义上活的人，你怎么能活出基督呢？天天要活出基督，能活出来吗？他那叫做梦，那叫白日做梦，是不是啊？做梦祈许，净想好事儿，净做美梦呢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他不按照基督啊，基督怎么说他不管，他就只要合乎自己的想法就行。今天上帝不是叫你合乎你自己的想法，要叫你合乎真理，合乎主的意念，不是活合乎你的意念。神做事情总不合乎人的意念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死了四天的拉萨路臭了，复活。是。合乎人的理性吗？不合乎。合乎情理吗？不合乎。合乎人的头脑吗？不合乎。合乎人的想象吗？不合乎。不合乎的，不合乎你的逻辑，是不是？不合乎这个时代，不合乎整个你这个思维呀、啊。这就说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是不是？耳朵叭的割掉了，耶稣上去给按上了，长上了，你看一看，你说那我看一看有没有缝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缝着，是神的大能使他长上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以大能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这何等的关键呢？他就有这样的行异能，这样的权柄，就这样大能，耳朵掉了，割掉了，长上连缝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医生要给你缝的，他有缝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他长出一个刀疤，给割完了完之后，这就把缝那个针线都有刀疤，都有疤上，是不是啊？我就叫你看见什么叫大能，手枯干了，耶稣来就是复原，是不是大能？那他呢，在那病了多长时间？必是大三十八年。耶稣说：“拿着你的褥子走吧，这就叫大能，是不是？”是。什么叫大能？什么叫好行为？啊？彼得在狼门下边看着一个摊子在那地方，就让他先走。要钱的，是不是？假如彼得给他钱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他就永远也不能彰显上帝的大能。对，是的，主。他给他钱可以，很多人他这个摊子能活到这么长时间，表明有人给他钱，有人给他饭，有人给他吃的，有人给他穿的，他在那都摊着的，就天天以要饭为生了。但耶彼得走那个地方，他没给钱。你就知道上帝所说那个耶稣说的那个好行为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。那好行为是什么好行为？啊，彼得走那地方，他正要钱，耶稣说：“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，叫你起来，行走。”那他那啪一下就蹦起来，是不是、啊？跳起来是赞美神，归荣耀给神。阿门。这神做的，是不是、啊？是。给钱你给，世人也能给。你不信，你这走那个摊子，你给钱，世人也能给。能不能？是能。但是他归荣耀给神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他拿着你钱，你刚走，他骂你傻帽。你信不信？是。他并不归荣耀给神，这摊子是没有指望的。耶稣叫他行走，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，他才归荣耀给神。一下吩咐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，是不是、啊？那生来瞎眼。生来就瞎眼，是不是、啊？先天性的。
医院能治好吗？治好。医学博士能治好吗？治好。啊？外国那个最高的。治好。医学博士能不能治好？是吧？生来就瞎呀，完了，这生来的，是吧？用你们这说，胎里带的，是不是？胎里就这样来的，生来就瞎眼的。耶稣把他医治好了，好没好？好了。合乎人理性吗？不合。是。啊，这个好行为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谁？这叫好行为，是不是？有一个人在我们那地方，有一个人，他就是把鱼全给他们传遍。他说：“行善积德才能进天国，光靠信心不能进天国。”你看那动作弄的，他跟那一个女的，他白话特别能白话的，是不是？行善积德才能进天国，是不是？光靠信心不能进天国，所以他就天天上教会做什么见证啊？我怎么这么好？我怎么能带我老婆婆？我怎么怎么？他老婆婆瘫痪了，他说我怎么伺候我老婆婆？怎么伺候的？我说你做这件事情，世人也能够做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，得胜过他，是不是？文士法利赛人专业守律法的，是不是？没守出来义，但上帝教我们今天的义还要胜过他，一定不是靠守。另外有方法，是不是？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称义这个方法，来胜过那个靠自己的肉体绑臂守律法的人，他们所行的义。听没听明白？”得另外一个方法得到神的意，才能胜过人的意。阿门。你没有神的意，你怎么能胜过人的意呢？是的。是不是？是的。我今天想，是不是？我想上天，我必须具备天上的生命，才能胜过地上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你连天生命都没有，你还想胜过地上的人吗？好，咱们今天咱们去跟别人跟外族打仗，是不是？跟腓尼基人打仗。那腓尼基人怎么打？腓尼基人现在是5000人攻打我们5个人，咱就上5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5个人，他多少？5000个人，怎么办？一个人必须是一个残存，听明白吗？一个人一个人就剩1000个人，你听明白吗？这样的能力在人间能不找到？找不到。你给我找来。他就拿机枪突突1000个人，他得突突多长时间？他这1000个人你突突吧，有说这子弹卡壳了，有说他没子弹了，突突完了之后呢，他就丢上子弹，上去一刀捅死你。1000个人你没有那么快的速度，是不是？是。残存呢，捡了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在一霎时一瞬间唰这么一转，几个几圈全部啪啪啪全倒地上。什么能力？就叫你看见这个能力从哪来的？从神狮子，百兽之王，是不是？参孙把狮子打死，是不是？靠谁？靠神的能力。那门扇子连门框的咔拆下来，你给我拆一个试试来。城门呐，拆下来扛到山上去了。这飞机师，这人从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呢？是不是惊讶呀？特别惊讶。他说：“上1000人，你一个人，我1000人，咱今天基督徒，基督的精兵，一个就得10000，顶10万，是不是？在四世纪里，你不是没看见，四世纪呢都是以少胜多的战役，每一场战役都是神加油。今天你要想打美好的胜仗，靠肉体绑臂，靠血肉绑臂，你打不过属灵的魔鬼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就靠肉体，你使劲跟他打，你肯定是败那伙的。是的，是不是？”你今天跟属灵的恶魔征战呢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能属灵的军装啊？你不穿属灵的军装，就去靠肉体绑臂来上去打，你打2下的，不没有一招，一个火箭就跟他打那里了，完事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想跟魔鬼打仗，必须我要胜过他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要想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必须具备神的义，才能把他的义消灭掉，胜过他的义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承受神的国，是不是？是。还有，那个壮士他家里都有家具，必须把那壮士捆起来。那么想捆的壮士，必须比壮士还要能力才把他捆起来，是不是？把他捆起来才能抢他的家具，这不是抢家具啊！把魔鬼捆起来，就抢夺他所占据的灵魂呐。阿门。是。对，那家具代表人的灵魂，
魔鬼在笼罩着整个这个世界，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。你要想抢灵魂，必须先把恶者先捆起来。你要想把恶者捆起来，必须你里边基督的生命长成满有基督生命，这样有能力成为壮士的，才能把那个壮士给他打败，好不好？你里边基督生命没长啊，你就凭大肉体绑臂，你打吧，你肯定是败灵魂，是的，一定是败灵魂，是不是啊？你到哪里都败，因为你净凭血肉绑臂征战。那凭血肉绑臂，心中的一切耶和华那人有祸了，是不是有祸了？是。今天上帝叫我们属灵的兵器，带上属灵的兵器呀、啊！你带的都是属肉体的，拿那工具不对的，果效就一定是不对的，是不是啊？人都凭血肉绑臂，今天教会中间不是没有侍奉主的，侍奉主的人多，真正讲属灵道的人少。是。不信你去听一听，他讲的不是属灵的话。你讲属灵的话，你的灵魂得到饥渴的灵魂得到。滋润，饥饿的心灵得到饱足啊！讲属肉体的道，你永远也得不到饱足，是不是啊？你只不过在别人时候，你哈哈的当时一乐，讲个故事逗逗你笑，是不是啊？那不算，上帝要的是属灵的，好不好？听属灵的道。好，咱们看，我们原小的第十四节啊，第七章十四节，我们原小的，我们是属乎。是吧？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一个属灵，一个属肉体，它能达到属灵的要求吗？但我是属乎肉体，是已经卖出去了，而且还卖出去了。律法是圣洁的，我又是不圣洁的。你看第十二节，七章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吧？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恶极了。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我这个人是恶极了，卖进罪了，还要行善去，不圣洁。律法是不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？是不是啊？我要靠不圣洁的肉体去守圣洁的律法，能不能守住？守不住。你这就是正好错了。是吧？上帝本身是律法，本身上帝就是公义的。你用不圣洁的肉体去守圣洁的、良善、公义的律法，那根本就不可能的。因为你，况且你这个肉体就卖给谁了？卖给罪，卖给罪，肉体因罪而死，合不合理？啊，合不合理？不合理吗？不合理。卖给罪因罪而死还不合理啊？怎么不合理呢？肉体因罪而死，第八章第十节不告诉你肉体因罪而死，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吗？合不合理？因罪而死合不合理？哪个因罪而死？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，又死又活，用这种方法处理，这是上帝处理的方法，交给你了，你能接受了吗？能不能接受了？他这会用什么处理方法？一个死一活，肉死灵活，我死基督活，好不好？好好。肉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，行不行？行。好，咱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找了吗？第八章第三十二节，找到吗？八章第三十二节，到点了，我把这读完，咱们先放着，一会儿再。三十二节，找到吗？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”好，咱们先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再接着这段经。